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。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一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欢迎收听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哈啊，空中的朋友，我是主持人陈永雄医师哈啊，咱今日邀请的来宾哈啊，拄啊即马上夯的啦，大家拢有看到迄个斯卡罗这个影集哈啊，这就是幕后的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陈耀昌医师啦哈啊，耀昌兄你好，哎，永雄你好啊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嘿。陈耀昌医师哈，哇，这是真特别的一个医生啦哈。我先介绍讲，伊伫医疗方面哈，这个专业的成就啦哈。陈耀昌医师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哈，啊，了伫台大做医生，是血液科哈。我那阵腰部肿瘤，对，那阵血液科的专科医师哈。啊，伊是台湾上早做这个骨髓移植哈，伊是第一个啊成功骨髓移植的医生嘞哈，所以人家称作台湾的骨髓移植之父啦哈，就是讲在这方面啊救足侪患者的啦哈，确定咱的可以详细来讲哈。啊，不但是安呢，后来伊个做这个什么干细胞，是，哦，干细胞这嘛是今嘛做前端的哈，较先进的一个医学的科技啦哈。啊了呢，一个做法医，这个不同领域啊，那个，伊是台大法医的主任的款的吼，啊个设法医研究所吼，哇，这实在讲，伊伫医学的成就，咱确定一项一项来个请教啦吼。啊，不但安尼哦，这个医生到尾讲开始个写小说，吼，即马写小说足有名的啦吼，差不多大家拢知影这个伊的小说吼，啊，确定。咱可能会请伊个就医医疗以外，伊个兴趣，还是讲吼，伊个即么创作吼，啊来甲咱大家介绍啦吼。我即么先请伊吼，简单先甲伊滴医疗的即个专业的成长的过程吼，甲咱的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下。嘿，多谢英兄。嘿，你头讲这吼，我想着吼，我即个应该是高三吼，高中毕业吼，升大学的迄阵吼，因迄阵我看就是文心崇康啦，啊，其中有一本册吼是李敖写的，叫做《播种者胡适》。哦，胡适，对，播种者，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你高中，你高中是台南一中吗？我台南一中，啊，你台南一中，你是播送啊？我播送，你播送台大医科嘛？对，所以迄阵有足侪时间高三。哇，是啊，叫做时间那个看着。我嘛带他们丢的啦。你是几年毕业的？我1966的是55年。哦，安尼你是我的学长啦吼。恁迄届敢有一个康明昌？康明昌教我一届，万里一届嘛。我一届。哦，迄嘛是本来要播上台大一个，到尾又个走一走耍的。这带他们丢，那真侪怪仔嘞。哦。啊！你播上台大一个，啊！你讲迄阵你读到文心什么播种者胡适，啊，我何里什么影响？无啊，所以吼，所以我你头讲哇，这我受伊影响真大，就是我喜欢当 pioneer 啦。OK， 哦，开创者啦，开拓者啦，对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播上去台大医科，啊，伫台大医科诶，即个做学生的过程。啊，唔得个看一大堆这课外册啊！是，因为我看你后来也必须要小说，我那都爱好，捌做侪代志。尤其你后来写真侪原住民有关的，也是这个北部族有关的哦。我对台湾历史，咱底下历史也不咧教这。对啦，啊，这拢家己出。讲这吼，其实吼，我讲有一项比看册较重要，看电影。我看电影，所以你就爱看电影就。我到对面的电影院，南都戏院呐。哦，南都戏院，对对对，哦，台南的南都戏院，对对对对，
你台南是到底一条街？友爱街，那条街是友爱街。友爱街嘛，友爱街跟西门路的路口。哦嘿嘿 ，OK， 啊，所以那是老台南的城中区嘞，吼，该算讲上有文化的。那我就要插嘴一下吼，西门路的意义是啥嘞？就是那阵台江内海的沿岸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去一条路，我们叫西门吼，就是讲遐各位的水啊嘛，吼。哦，台江内海，对，啊，我国民校吼是永福国小，永福的吼，永福的是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开在我内电脑出现，吼，迄就是台湾道道士的所在。哦，真正，就是讲古早吼，迄个不是纪念刘永福，不是，还是袂啊，我讲，伊上爱的是台湾道道士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恁你即马伫个电视看到吼，哎，什么刘明灯啦吼，吴太平啦吼，拢伫遐上班嘞。我真正，所以恁遐算，哇，恁安尼算对荷兰时代电信广告清朝的时，恁遐就拢已经是寡妇的所在对吧？所以吼，阮妈妈吼，我伊其实从山人，不过就大概拢足晓摆讲咱虎峡人。虎峡人吼，虎峡人古早是台湾的精华地带。啊，你先讲到这个游泳湖，还是安那呢？尾啊，台湾建省嘛，建省遐的唔是道台的所在嘛，对，搬来台北嘛。OK， 啊，不过游泳湖阵来算是底下，所以要变成永和路。永和路嘛是对安那来。永和路对安那来啦吼。哦，所以恁迄刚你住的所在就足有历史啊啦，吼，足侪故事通讲的啦。是，啊，你台大医科毕业，1973，就1973台大医科毕业，啊，那想着讲要去做学医。诶，这讲起来哦，我讲这嘛爱讲故事嘞，就是我讲一点，我就让选起来。我诶，对，而且大家拢足惊，因为阵学医病的病人吼，我定来讲，我一张苗皮拢外面过过年。有影咧，哎对啊，我再你来听着讲白血病，哎对啊，差不多。我阵拢讲那白血病吼，阿得得咩啦讲，就是就跟咱秘书拍死刑啊啦。对啊，所以你讲诶，无啥人要做这个。是啊，我是安那咧，我是吼，迄阵我这边诶先吼，发现我有甲状腺机能亢进啦。OK， 啊，甲状腺机能亢进吼，就是咱咧免疫系统失调啊。对，啊，免疫系统是啥子？咱叫啥淋巴球嘛。嗯，啊，我得。本家上海要来做甲状腺内分泌的医生。OK， 啊，不要我跟你讲，哎呀，你这跟做做的吼，跟他做淋巴球吼，啊，其他要有一个中性球吼，单核球嘛，大家来做嘞，啊，变成血液病，啊，什么病，所有的血球拢变成淋巴球。哦，而所以你本来是对家己甲状腺开始关心嘛，从扩大到骨的血液疾病、淋巴系统的病了。啊，过来呢，我阿兔的时阵，嘿，迄阵台大弄有一款。读书会嘛，吼，对，嘿，我就叫做 journal 的杂志 ，journal meeting 嘛，吼，我能切讲叫做 journal meeting。台大根本不要搞你，冇见，啊，迄阵呢，我拄好看了一篇题目 ，OK， 就是骨髓移植，哦，迄阵开始，那是1975年，哦，哎，啊，1975年，做住院医师呢，我做住院医师嘛，我在每年爱报一篇 ，OK， 哎吼，啊，骨髓移植呢，我迄阵看起来，哦，真正是。没有讲，就非常嘿，对，真正是心头一震哈。你讲像你头讲的嘛哈，你讲迄阵那得了血液病是都无啥办法，而且迄阵无健保，所以在吼，可能迄阵的血小板一跌是偌济，你知无？8000块代票，啊，我的月薪，我的月薪是9000块代票。啊，所以一个囡仔呢，安尼规个家庭的，是啊，系好啊，所以呢，我看你讲哦，啊，而且拢话差6个月去一两年啊，上街，都未顾了，对啊，所以我看到这，我想，我一定要来做这。哦，你看到迄个人外国的医药杂志，对，开始讲有咧。这种骨髓，迄阵都要突破嘛吼，啊，你就想讲要行这条，迄阵都要突破，都要证明讲哦，伊用骨髓移植有45%的这个病人吼，一旦救得来，嘿，对。啊，但是这你都要去国外学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吼，我的，所以你台大，我的1978，你做总医师资料，总医师料，对，我的去美国，你总去美国，我的美国，啊，迄阵真幸运吼，我的迄阵吴坤义教授都要伫。芝加哥的 Rush University 哈 ，OK， 啊，所以伊就讲啊，不，你来这做伙咯，哦，安尼哦，嘿吼，啊，更加好运的是安怎呢 ？Rush 迄阵无迄个，我有先甲西雅图迄个华大申请啊，不过迄阵无过啦 ，OK， 无嘿，啊，昨我就走去 Chicago 哈，好，Chicago， 啊，迄阵呢 ，Rush 要不开始做骨髓移植 ，OK， 不过呢。
足好呢，我多去一年，多开始做骨髓移植。我觉得好。嘿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看到他们如何建立。我看这比你去阿龙堂拢做好啊较重要。丢你看起步啊，对，看那做 start up， 对。对，嘿，唔是讲骨，冇必要骨髓骨，就讲你迄个开刀房啦，你爱什么技术头啊，啊，病人要哪照顾，嘿吼。啊，迄阵我底下咧做骨髓，迄个遗嘱的人是一个犹太人 ，OK， 好，伊叫做 Dr. Sander， 哈，啊，伊呢，因为伊犹太教嘛，哈，嗯，所以呢，伊拜五会用得爱开始休困啦，哦，好，啊，到礼拜哈，再来查房 ，OK， 嘿，啊，所以我连续值班33周，哦，啊，伊无伫咧，拢伫咧看，对啊，所以他就把配分一半给我，哦，我就有一笔意外之财。我想安尼，我干脆搞只鸡翅头啊，吼，拢带回来咧，要吃的拢带回来。啊，无我回来，我做小公司要请个民工过来。对啊。啊，你底下我久的时间，三年嘛，对啊。我三年规个拢学起来。对啊。所以你算台湾第一个去学这个哦。对啊。哎，因为我是家己去的，我家己请的，我唔是智慧去，也不是智慧，所以我足感谢吴坤义教授吼，以后我做下飞了 ，OK， 我做下飞了吼，我也会记一年吼，月薪是24000块美金，哇，足好呀，24000块美金一阵是1:40，1:40，你唔是当十万呢？是我台湾收入的几倍啊？哦，十倍，哦，哎，所以哎，那一阵。吴坤义是伊比你较早去美国，哦，伊早我七年，啊，伊从老底下副教授，哦，伊老底下做副教授啦，对，哦，安尼算伊是你的贵人啦，吼，给你报一条咯，是，嘿，哦，啊，所以三年后，这头拢学堂啊，对，嘿，我来堂啊，1980，嘿，1980，堂啊太大，嘿，啊，迄阵学医科，跟他立够上，哦，迄阵迄个。迄阵老教授吼，迄个中心医院的正院长，中心病院的正院长，哎吼，啊，过来下骹就是沈明进黄秋华医师，黄秋华医师较迄个啦，沈明进比你较前辈啦，对，沈明进起码去伫中基啦，对，啊，这用他学医科的前辈，啊，过来的我，所以十几当伯，所以你阵当然算少壮派，对，三十几岁，哎。对，31岁，31岁啊，对美国地方等来吼，啊，就是开始伫台大设立这个骨髓移植的 team 啦，吼，是，是啊，第一个 case 是当时，哎，我要去感谢一个人，叫做邓昭雄，哦，真的哦，嘿，因为我迄阵吼，我其实吼，因为协议。骨髓移植你在做上面 HLA 上嘿吼，嘿阵台大嘛无接个设备啊，是啊，啊我因为去邓昭雄的实验室，伊陪我去啦 ，OK， 啊家吼，对天有那不加熟安尼吼，所以就家己去准备设骨髓移植进行，就家己设下有诶无诶，哦，啊伊家己倒卡手就对啦，迄阵已经出国啊，都不过我已经经验就知，互你介绍诶，嘿，反正我就知安那做，安那 start up，OK， 所以这嘛是讲起一个拢贵人相助，我是一个。足好的工作要成功，背后总有一些。对。然后你讲这上帝，对，伫背后诶，给你安排，无形的手底下咧，给你帮忙吼，因为做这是对社会、对患者足有贡献的代志啦。是。诶，啊，所以你第一个 case 是诶，1983吼，1983，诶，贵话就话说上，安尼都差不多，你即满30年啊吼。哎，32年，哦，32年前哦开始的哈，啊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32年哈，对，啊，那对迄个时代开始，到即马台湾的这个血液病，尤其血液肿瘤科，诶，这个成长，对，突飞猛进的哈，对，哎，我讲唔对，他一，唔是32年，39年啊，39年，对，啊，准备40年，准备40年，那嘛是不简单呐，对，哦。啊，所以你个看起来这个血液疾病的治疗在台湾已经有足大的进步了。对，咱即马吼，我那阵要开始土瓦炼钢的时阵哦，即马台湾的血液病在外国的迄个评价真不加管。除了台大，其他医院嘛拢
对，长庚嘛就管了，做了很多啊，吼，所以这是一个真不简单的讲的啊，吼，这中医大嘛做了没办，是是，好，安尼咱来听一段音乐，啊，我阁继续来请教陈医师哈。一杯老古早红茶饼，看时势伫大鼎走烧味。暗边豆花绵绵，玉制细叶甜甜。少年时甜蜜的记忆，拢写伫运河边。游园车呢香，岸边古堡有人在遐唱歌，因为有你来作伴，永远拢袂孤单。南花的草青青，香一杯老古早红茶饼，看时势伫大鼎走烧味。岸边豆花绵绵，玉制细叶甜甜。少年时甜蜜的记忆，拢写伫运河边。经过几十冬，车坎老的桂花，游园车呢香。岸边古堡有人在遐唱歌，因为有你来作伴。永远拢袂孤单，经过几十冬，车坎老的桂花，游园车呢香。岸边古堡有人在遐唱歌。永远拢袂孤单，台南的风微微，故乡的声音轻轻，感谢这份荣幸，阮是台南的女人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哈啊，空中的朋友，咱今仔日真欢喜啊嘛，真好运啦哈，也当邀请到陈耀昌医师哈啊，这是咱台湾即嘛哈啊，不但伫医疗的成就有足大的贡献哈哦，伫咱台湾的历史小说啊、戏剧啊，甚至啊，规个这个文化的方面哈。啊，伊毛做足侪突破啦吼，啊，引起大家真大的这个讨论啦吼。啊，陈医师啊，啊，你这个血液科
啊，这个骨髓移植成功了，吼、哦，哎，后来那个对干细胞个有处理了，其实骨髓移植的就是干细胞造血干细胞，对，一本身就是啊，所以我最好呢就是讲你这种定义。干细胞的研究吼，上盖头是造血干细胞，过来变作胚胎干细胞，哦、啊，过来变作其他足侪什么多功能干细胞，啥啥安尼安尼类。所以人咧讲，迄脐带血迄嘛是干细胞嘛，对对对对对、哦，所以我是一以贯之、哦。所以你这本来想讲，这个领域，大家感觉讲无啥可能有啥物大的成就，结果无想到讲一日未煞好，一片天地呢吼。对对对，好运好运好运啊！嘿，啊，你伫干细胞，我感觉你干先有做过一个啥物，咱的政府的啥物研究干细胞的一个单位？哦，对对对，国家卫生研究院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贡献呢哈。我是1983开始做骨髓移植嘛哈，1990我他来讲的迄、那个吼，迄个。Thomas， 他叫做 E.D. Thomas 哈、嗯，伊得到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医学奖哈、哦哦哦。我所以得了诺贝尔医学奖，代表讲这已经真 mature， 咩啦讲，真足好人肯定，啊，都已经有并且常规治疗啊，对，骨髓移植并且常规普遍接受啊，对。啊，过来吼，大概记个吼，迄阵1997有一个陶丽阳无。骨髓移植吼，搞好后进，对，你个不用一挂人啦吼，啊，你个去开拓，你讲诶，你做爱做 pioneer， 所以你个去开拓更加新诶啊。讲较好听叫做pioneer，讲较歹听叫喜新厌旧。没啦，我嘛是安尼。哦，我太太拢点头甲我念讲吼，咱别人一个套路做30年做到退休啦，咱两个咧同款。啊，你30年换13个套路啦，你都点点加加咩？咱就是安尼啊。咱来干一项工作哦，对，叫咱做30年，咱实在够无趣味啊。其实呢，我朝着1996、1997的建议书签啊，我们家招一只法医学科主任。OK， 哦，啊，你先去法医的啦，先去法医。啊，来好，无先来讲法医。你是一个临床的医生，啊，你那。个对法医啊，这讲起来嘛，唔知咩啦讲啊。迄阵吼，因为迄阵的法医学科，因要做科主任爱副教授以上，对。啊，因为法医是迄阵是较浓眉的嘛，无人要做、啊，无人要做啊，所以做无副教授啦。哦，找无副教授，找无副教授，当做主任。对啦。啊，你用派去兼咩就对。对啦。你是学医科的，啊，你去兼法医科。哦。啊，佮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迄阵都要做民进党的国大代表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因讲嘿，这样咧，这咧，吼，会当替法医出一挂声。哦，这个你有哦，哎、欸，这我第一遍听到咧，台大是咧想啥？哦，啊，所以我就、啊、是法医迄阵较少人做、哦，就少，迄阵因无一卡来讲师，教授一卡来讲师，无、哦，我无想到呢。哎，对啊，我是知影讲少人做，但是我无想到讲连台大都找无人。是啊，问题就是伫遮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头啊是半路出家，猛减一个，对。哎，但是后来你嘛做专，不要，因为安怎？不要因为安怎？因为林地间的事件嘛。啊！林建时间，我去海联，去海城，你有去中国辽宁海城有啊？我你有去搞验尸哟？去到这阵主要是不是验尸是也是做可以这么讲了哈？各几方面的是讲哦，因爸爸哈不忍见他哈，安尼龟仙姑迄个要头壳啊要破开啥嘞？哦，所以希望我去。去啊，做一个部分解剖了，对，就是帮忙，不能完全拒绝解剖。尽量嘛想要找对，这个死因啦，对啦。啊，但是咱台湾人就是安尼啦，就唔敢讲死者，个骨也破啦，对。哦，所以你有去呢？冇去。哦，啊，迄阵是啊，因为迄阵你是民进党的国代，对。啊，林地娟是民进党的议员嘛，对。所以就给你拜托就对了。不然我给你做高分用。真要你做高分用哦。是啊。啊，你DJ嘛是有建议用的。这个正义感，哦，其实我写作是对林之间开始有渊源，那边那边讲那个来讲 ，OK， 好啊，所以你做法医了，
对台湾的法医界立马做重点的研究。因为我去中国，哈，嗯，啊，中国那阵他们有相当完整的法医医师制度。啊，真的哦，哎，对对，因为法医比咱较进步。因法医，因他们有法，因法医学医啊。华医学院的哟，对对对对，哦，所以我等我想诶，咱台湾项目嘛，还有一个吼华医师的专华，哦对哇，对哇，无培养啊，你你拢无受重视嘛，啊，就是安，嘿，就是安，等来我才会提出讲吼，要起一个台湾大学华医学研究所，华医学研究所，华医学研究所，嘿，啊，对下来培养，台大有甲你支持，有啊有啊，啊，就即马转开始，我所以，我第一任的迄个。收掉嘛、哦，对啊，进嘛，刚才台大五年，对对对，全国的医学院，个无人华医研究所，不可能啦，对啊，连华医系可能都要无多少咯。哎，华医系吼，因讲根据教育部的定义吼，系刚才招三十个上侪，招无遐侪啦，哦，无需要侪啦，无遐侪人要来啦，无需要侪啦。OK， 所以用研究所也是，对对对，医科毕业，他过来读法医，诶，一种一种灌溉扩充这医学相关科系。OK， 哦，安尼真好啦。对对，我所以这个法医研究所、法医学研究所，伫台大安尼成立偌久啊？2006成立的款。哦。啊，安尼冇培养一挂人才，培养嘿，即马大部分的法律师拢是对下出，弄来对下出。哦，所以这对台湾嘛是真大的贡献嘞。哎呀，迄阵你要立这个法的时，去立法院。哦，迄阵吼，迄阵嘞，民进党的赵捷云上面人，另外一赵捷云赖清德啦，赖清德哦，啊，另外一书嘞，另外一书，所以吼，啊，当然啦，哦，这甚好，所以对对对，真好真好真好。咱两个吼，拢做医生啊，加减。有小可跨足政治领域啦，咱无真深啦，但是加减有跨足啦。我迄阵嘛去做一日的立委啦，是是是。啊，我做立委的时候，我嘛有一个足大个贡献。我通过了几个都含咱医疗有关系法案啦，是是是。一个是职能治疗师法，哦，这是阮做精神科嘛，职能治疗，是是。以前无这个法吼，是是。职能治疗师都袂当考试啊，无来审视啊。刚才咱法医，哎，哎，哎，该得下嘞！我昨天是主能治疗毕业，啊，真的哦，那个通过的话呢，因为哦，我给你话，我跟讲，那职能治疗师法草案哦，是，到底要十年，是，无人审查，因为你话你都无人对这，是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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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吼，社会愈分愈有吼，对，啊，有人都想讲，到底职能治疗在创啥，无人插你啊，啊，这也不是什么迄个重大法案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呢。十年无信啦！哦，安尼加载啊！我看到你，我想讲，哎，来一个会议就甲通过啊！是是是是。啊，了呢？是。他心理师法，临床心理师法，是是。啊，了社工师法，是是是。啊，这拢含咱医疗专业对啊对啊对啊，这拢是医生的 supportive 的这个 paramedical， 咱讲的吼，医疗旁边的这相关科系的。对啊。啊，这若无法，拢袂当做专业人员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所以这些足重要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所以那有一挂医疗背景的人。对对对对。哎哎，其实我怀疑说，含你讲的这，拢感官意思，感官意思嘛。对啊对啊对啊。所以你阵一旦通过这，我刚刚嘛是觉得最要紧，对将来华医的发展，是啊，这是足多的一个贡献。是啊是啊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因为安尼啦吼，我底下通过这啊，不过呢，我迄个各大代表任期了了吼，我去等于台大嘛吼，啊等于台大迄阵。就是讲，迄阵多二空空空，多我来讲诶，即个胚胎干细胞甲一个其他各种干细胞都拢造出来。哦，拄好开始。阿叔为了刚刚讲，哎，这过来的向向再生医学，唔是干那骨髓移植。阿、是迄阵迄个国家卫生研究院，迄阵是吴成文的正营调。哦，阿姨去永冈工啦，又叫阿公去啊设立干细胞研究所。我今天哦，对对对，吴成文哥也要找你，伊就讲这个干细胞中心，迄阵叫干细胞中心。阿你也对这有趣味了。对啊，我所以我就去啊设干细胞啊，个定义我家己嘛转行这对造血干细胞并做在干细胞研究啊，对，开过干细胞研究啊呢。啊，这你也当小个空中的朋友分享一下。是。近台湾的这个再生医学，含这个干细胞的发展哦。是发展个超上面，我应该安尼讲啦吼，因为这个干细胞出来吼，啊再生医学嘛吼，啊所以大家就对这个细胞治疗就有趣味。不过呢，细胞治疗其实是分成两款几乎完全无同款的细胞治疗，一款呢是即马大家吼拢足侪人已经癌症治疗拢会用的，迄叫做免疫细胞的致癌。
这是要救命的，哎，这是因为这是马上会当迄落啦，所以即马即个迄卫福部的特管法哈，哎，因主要是先开放这方面，当然有那有开放一寡即个再生医学这方面哈，不过即马民众马上会当较侪咧做的，其实是免疫细胞致癌 ，OK， 哎，好好，哎，啊，这健保有给付不？要不？哎，健保要不？要不？对对对，所以自费，对啊，这自费哈，这小较贵。一人一两百万走不起，所以这蛮对对对，我都为着要救命了，对对对，那真正有效，我相信有那达有迄个价值，是啊是啊，好哎，啊对，几种癌症起码做了，我起码因为这个免疫细胞的种类愈来愈侪，对啊，所以癌症的这个种类一当去起的嘛愈来愈侪，这大部分对面那讲爱看一个特殊的啦，哈，比如讲你讲那什么大肠直肠癌，这普通大概个都较无好，哎，啊有一挂其他的哈，这都靠好安尼哈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今嘛讲的再生医疗方面哈，再生医疗方面，这今嘛是讲台湾哈，相对一挂干细胞的储存在做了哈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国外这干细胞这迄个再生医疗的临床试验哈，做了先个拢无讲盖好，要拢无讲盖好，等于讲伫动物实验做了拢袂歹，啊，一个真正做人的临床试验哦，拢相当失望。哦，而且会拄着什么困难？这有几啊项啦哈。第一就是讲，你伫动物实验哈，动物你要出来足细嘛哈，你会当做里面细胞量足大。OK， 啊，第二呢，你对人哈，对实验室摕出细胞摕出来，你就当随做，免冰冻。啊，你啊人诶吼，你都爱要闻一下，你都爱冰冻啥诶吼，所以就比较麻烦诶。啊，冰冻我想对干细胞是有伤害了哈，我这个我保存，对，我等来讲干细胞跟湿气一样，哦，嘿，跟寿司同款，嘿，更固嘛是，对，爱新鲜，新鲜啊，新鲜价，温度足低，低温哈，起码都用迄个什么液态氮那边啊，哦，所以起码这冷冻，冷那什么冷。但是低温冷链上在吼，在做进步，哦，马上做进步。你像疫苗，基本嘛是哦，零下几十度咧，迄落吼。对啊，拢变热咧。OK， 所以啊，有一部分较做起迄落什么要较水的啊，美容咧用。哎，有诶做起迄落什么抗老化。这方面吼，这效果到底是？这方面老实讲吼，我得爱安尼讲啦。这方面，因为阮讲诶细胞治疗吼，还是再生治疗，其实拢会经过临床试验。对，吼啊，你讲抗老化，这面啊，这就爱做临床试验诶，都我都讲回溯的。对啊，无啊，你嘛不会的，什么对照组没有，什么控制组没有，对，就爱做，就爱做。所以这个较歹讲，所以迄个孤案言辞。宣传了，我那边我到一个好认哦，因为我做临床试验，我袂我到一个好认啊咧。是，哦，所以你伫干细胞就部分，啊，你伫国家卫生院佮帮忙偌久？两年，因为戒掉，所以戒掉。啊，戒掉了，我当来做华研究所所长。OK， 等于讲本来是去以前主任嘛，当来要变所长啊。OK， 哦，所以你要佮回当来台大。对，啊，上重要是对人才的培养。我感觉伫迄个时阵，迄两年吼，因为就和大家真讲，我干细胞真重要，所以台湾的经济人咧干细胞，对，其实人才培养强重要，对啦，当然是对。所以今麦伫台湾嘛，有一挂医生咧做，做些，大科都有哦，今麦做些。我刚台湾吼，伫这方面吼，台湾一个迄个过去的问题是，没研究人才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办法形成 cluster。肌肉吼，哎，啊，即马开始慢慢啊，人资料都有啊，啊，佮一个咱即马研究经费较济，佮一个咱即马即个产业投资这方面嘛较受重视，所以即拢啊一个慢慢啊对无够有吼，所以哎都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对，好，咱过来听一段音乐，啊，我过来继续请教陈医师哈。咱走过路，
一个梦，是咱未完成的梦。一世人快乐悲伤的代志，永远讲不完。这段情，永永远远袂改变。咱的手，就爱直牵咱人。咱的心，嘛永远拢同款。一世人，咱要走出幸福期待甲未来，但咱用时间甲坚持，甲换倒转来。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不管命运安怎安排，咱来靠咱的双手来打开咱头顶的一片天。无论经过偌多挫折，经过偌多困苦，我相信路暗的背后总是会出日头。天啊光，日头光若是照着阮，乌暗嘛就会离阮愈来愈远。天啊光，小姐若是叫着阮，自由啊就会带阮飞过每一座山。天啊光，咱啥物拢嘛毋免惊，光明啊早晨，咱咱来看。咱的手，就爱直牵咱咱。咱的心，嘛永远拢同款。一世人，咱要走出幸福期待甲未来，但咱用时间甲坚持甲换倒转来。无论环境安怎改变，不管命运安怎安排，咱来靠咱的双手来打开咱头顶的一片天。无论经过偌多挫折，经过偌多奔波，我相信路暗的背后总是会出日头。天啊光，日头光若是照着阮，乌暗嘛就会离咱愈来愈远。天啊光，小姐若是叫着阮，自由啊就会带咱飞过每一座山。天啊光，咱啥物拢嘛毋免惊，光明啊在头前，咱咱来拼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哈，啊，空中的朋友，咱今仔日哈，对荷兰采访的陈耀昌医师了哈，啊，这陈医师是台大哦，做足侪项工过了哈，对血液科到骨髓移植，到法医，到再生医学哈，我学习。伫医学来讲，这阮嘛足少看到讲哦，一个医生哦，安尼。三种无同款的这个专长吼，会当个拢做啊，拢足杰出的啦吼。诶，阿你台大做啊，当时退休，二零一四，哎对，哎哦，65岁啦，哎对，吼，啊退休了，但是你进嘛，够等于咧服务干唔是？我进底下要两个门诊啦，够两个门诊。不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哎，最近较无多去。啊，除了台大，其他的朋友有去帮忙无？我即马吼，
卖讲怎啊？等于讲疫情以前啊，吼，我其实一礼拜五个门诊，五个哦，还佫看五遍门诊哦。我觉得无退休啊，这老退休啊，这都感官 full time。卖讲吼，我今嘛吼，这个最轻松的时刻就是看门诊的时刻。啊，若无看门诊，佫较无用的对啊。因为你其他所在哦，喏，你这讲下来歹势，因为我看今嘛看病哦，咱用过去的经验吼，也差不多会使做一个反射动作。对啊，对啊，看久啊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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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一世人病人哦，看久啊！我以前做急诊科，我常常讲者讲哦，啊，病人行入来就走。哎呀，我嘛是，我嘛是。你嘛是，对。当然嘛是爱搁个检查啊，爱搁个问啦。是证实啊，加迄个。我以前常常讲笑哦，我病人家属哦，啊，带病人来看对不？然后讲医生啊，你看伊什么病？我拢点点我爱个医生，医生啊，你看伊什么病？我讲我不要看咧。啊，你做医生，你不要看。我唔是啦，我系懵啦，我唔是用看。对啊对啊，我是报告吼，退一张吼。对啊，我差不多。你就知影啊，对啊。哎呦，因为加上都趣味啊，我都开玩笑，我讲吼，啊你若要用看，你爱去看命啊，用看。啊，我做以前我是懵啦，我讲我都系懵别人，佮懵你。哎，啊你看五个诊，安尼你佮有时间做遐侪其他的头路。嘛，老实讲，我人问我讲，啊，你哪有时间呐？写小说，我就讲困较少了。因为我真早起来，我过去拢真晚困。哦，啊，今嘛睡眠时间不济。对，啊，今嘛拢真早起来。对啊，咱老人啊，拢不早起。不，我怀疑。我怀疑讲吼，人有一种睡眠基因。好，对。有个人困较长，困八点钟啊，或五点钟就好啊。人讲个拿破仑一日两三点钟就够。对。你有那拿破仑？我差四五点钟，四五点钟算足够的。我若无困七点钟，我无啥。哎呀，哎，啊，所以你目前安尼门诊是你讲的。最轻松的变副业啊嘞吼，你即马因为以前医疗是主业，啊你慢慢后来做些其他的兴趣嘛吼，啊愈做其他的代志愈做。其实吼，其实我要讲的就讲，我对李孔一思考即马吼，我感觉到台湾在这个医疗方面的脉动吼，是产业化。咱过去吼，咱过去咧申请国科会计划，那我咧讲上面你这有产业有什么用途，拢无，今嘛拢有，嘿，拢今嘛，所以今嘛拢会想着产业化运用啊，个扩及，对，变作帮忙较侪人，对啦，啊，所以今嘛你也看吼，今嘛足侪这生技公司吼，拢过去的退休的教授，甚至有诶阿未退休教授得伊阿做，嘿，所以我讲这是一个台湾吼，一个足无共款的所在，嘿，所以。医疗嘛，我的产业化的对了吼，啊个是今麦个哦电子化哦，哎对，像台湾今麦做些迄个结合 AI 吼，啊加这个医疗吼，哎这个了啊，所以台湾我讲今麦吼真正是科技吼嘛愈来愈成熟，我听你讲哦，讲我过去吼，我要困进前拢会转迄个像 CNN 那是迄个。啊是 CBC 呀，加迄个吼，啊过去真罕你听着咧讲台湾，最近吼安尼，无几分钟就讲台湾，然后我就夹起来看一下，看有啥物代志吼安尼。咱即摆有那国际化，是，一直要上国际舞台啦。对，医疗生技即块，其实是咱台湾的强项。是，咱即届咱都看到啊，即个疫情的控制，台湾表现袂歹啊，所以人拢会注意啊。对，我就是讲。台湾实在讲啦，咱足幸运的啦，咱拢读医学吼。是。台湾的医学实在讲，这百几年来吼，是足侪人才。对，走入来伫进来。对。所以即马一直咧开花结果啦。是。对。对日本时代啊咧，一直到即马，啊像讲恁台大百几年啊嘛吼，啊上优秀的头壳拢伫遐，所以培养足侪人才出来。是。这是值得咱欢喜的代志。是。诶。啊！你敢有啥物家己嘅养生之道？因为你即马个精力充沛，我直接来讲吼，大家唔好迄落。看我快乐是真健康啦！不过我从2007就啃四支支架，无要紧啦，后一辈啊啃十二支就无住门掉，到十几岁咧，所以哦，迄无要紧，即款真小代志，对，迄唔是啥物大嘅问题。医疗支迄落吼，啊，其实我冇一张重大伤病卡，是啥物会变重大伤病卡？啃支架就会生癌症。癌症、喔，对，我冇抗癌多事呢。啊，你是对啊，上好上上上干
闽南讲上存活率上高的癌啦，哦，叫做社会腺癌。哦，迄无要紧，诶、欸，个、欸、所以嘛，不是讲医生都未看病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咱这陈耀章医师现身说法哈，和咱空中的朋友大家较有信心的，就是讲哦。癌症嘛，唔是讲遐恐怖哦，啊讲得着癌症，得足悲观，也是讲足病足不准。你若看到陈耀章医师吼，吼满面笑容，啊个安尼吼充满活力，哦啊，个一个吼，即讲起来对听众朋友较歹势吼。我其实无啥咧运动。有是啊，我所以我调个咩物讲，诶，啊你是安怎靠保养你的身体？我定讲一句诶吼，讲。用中文讲叫做我喜欢体育，不喜欢运动。就讲我拢看迄、那个，你知影我看迄个美国的迄个职棒已经看四十年啊。迄、那个都对对，看人运动，家己不爱运动。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运动对我只造成运动伤害而已。是哦，哎呀，啊你就是哦，运动不得法。对了，所以你不是运动选手啦。不是不是，哦、我你牙闭的呀，你都。对啊，不过哦，你做医生的这个专业是真精彩啦，吼，多姿多彩啦，吼。啊，你伫你的写作，我咱后尾摆吼，是，要搁来谈你的写作，但即马先含医疗够有关系吼。对，你有写一本什么 DNA 的物件？这讲起来吼，因为我第一本的小说是。三足记嘛，哈，那是李孔一里出版的，是啊，大家拢讲奇怪，你那不会写短篇小说，就咧写长篇小说。啊，我听你讲，这是迄、那个无意中练出来的 ，OK， 就是我写专栏啦。哦，我写，你迄阵就写作个专栏啦。啊，写专栏的原因，我他有咧讲着讲，甲林立坚，我写作甲林立坚的关系，因为我因为林立坚去迄个东北转来。啊，财讯吼，要叫我写一篇访谈，要给我访谈啦。是啊，我迄阵都写一份报告去和迄个陆委会。OK， 我来开一份报告提给因。哦，因看了讲，这个人文笔不错。对，无你角度无同。对啊。因财讯不懂财经呢。对啊。我你这医疗的角度啊，佮切入社会的、啊。所以伊叫我写迄个财讯的。生医科技专栏啊，对，一阵多少什么生技研究要开始嘛？干细胞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都对，我了写，我写十几年了，你才写专写专写十几年啊，所以专不怕写作，哎啦，啊，你都写惯习啊，对啊，看到你别人看惯习啊，对，看别人你又变足轻松诶，对啊，写作对你来讲嘛变足轻松诶，所以我嘛无意间吼，因为安尼吼，这是我讲。我人生很多偶然啦，老实讲，很多偶然。比如我做，你讲我走去怀疑，遐嘛偶然啊。因为走去怀疑，才对了林志娟的代志，即嘛偶然。啊，因为林志娟写特别写作，即嘛偶然。所以哈，人生作者咱无收到的代志，对，冥冥中啊，都会行到这条路啦。所以我定来人讲，生涯不用规划，对啦，免规划啦吼。但是爱唔惊挑战，对，啊，敢做开创者，对，有个人就是安尼。那无伫足熟悉的环境，还是讲伊本来的一个领域吼，啊，要个叫去亲呢吼，啊，都惊惊啦。把这个老实讲，这嘛爱个人的个性，对了，啊，跟个人小时候的塑造的人格特性有关呢。您爸爸嘛，医生干？对了，啊，您自几个囡仔做医生？我两个弟弟拢以前，我需要都归我。我们妹有这些思维。啊嘞哦，啊你弟弟你有像你啊那叫多元化不？我迄个下卡迄个弟弟吼，伫北医的时阵吼，嘛是迄个迄阵叫做啥？什么宿舍啊？因北哦，北极星校，北极星，对，迄阵嘛北极星宿舍诶，对，所以伊嘛不比伊嘛爱有迄个潜能啦。啊，不过较可惜吼，我也无继续了。伊无专业作家了，对啊。啊，我个另外一个弟弟迪比哥嘛，伊是可能有教授，不过吼，你知迪比哥吼，要个安尼跨行太不容易。个人要做教授，要拼啊！对了，你研究啥拢爱做？对了，所以。欸，我较趣味就是讲，你咧写专栏的时，对不对？是。欸，后来你有一寡讲什么台湾人特有的病？嘿，是。因为什么款的病啊？所以你感觉你基因改了，咱的 DNA 内底有基因内底啊，含汉人有一寡不共款的病造出来吼。对。你比如讲，你捌讲过，你都什么？
强直性的什么僵直性关节炎，这荷兰人的病、啊欸、这是怎么发现的？ 这其实也不是怎么发现的，这是我在读这些书、啊、读书的拢都拢会读得起，这样吼。读起都怪车，那别人无注意到你。不啦不啦，因为我是血液科嘛吼。哦、oh, ，OK。我啊，血液科，咱一寡遗传疾病吼，有当时啊，跟血液科加迄落较有关联。啊，第二我做骨髓移植，对、哦。啊，第二骨髓移植，我在配对，啊，配对就会有遇到这些 HLA 相关的问题。是。哎，对啊，所以这嘛拢一寡，等于讲，其实怪一个。本叶里面的小旁枝、啊、我各个发展出来，各个延伸出来，第二个延伸出来，而且你有好奇心的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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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别人我安尼看过都别刚刚讲，哎，就出名的所在哦，你就过去个 approach， 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找看到底是啥物理由。啊，搁一个吼，拜科技之赐，嗯，我随时上网，我来当有足侪会当资料，会当出来，哎，比如讲吼，就莫别搜寻。找资料继续紧，继续紧嘞，继续紧嘞。咱别人讲过啥，做过啥，写过啥，别找拢足紧嘞。对，而且资料的这个分类吼，你也当随随，咪那个 storage 随，嘿，随随分门别类该该整理好，这足紧嘞。我搁趣味一项问问你，你遐爱看电影？对。啊，你有写影评无？我无写影评，我讲吼。我看等下高潮是到1981年为止、哦啊、因为邓来亮吼，这书第一书吼，阿哥开始吼，这個有加力吼，都较无时间去看电影、哦。啊，尤其最近我感觉足失望的，我感觉今卖电影跟英国电影拢无什么共款啦哈。啊，刚咪讲因为安尼，你总想要拍电影。哎，无啦，即马你嘛咧拍电影啊？虽然讲你唔是家己做导演，但是你等于小说变剧本变电影嘛？咱即马嘛不一定讲电影，因为即马即个我有听导演先生来讲，讲即马上电影院呢，因真侪拢无必要去。对，你主人看较侪啦。对，所以上网都一旦看、啊，所以就 Netflix 吼、哦、那个变成一个新的模式哈。哦Okay. 所以来看，想看看安怎的，当然有趣味啊！台湾的历史太侪，会当会当会当做这個啊，做不了的故事啊，比如电影啦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开辟这个战场吼，还是讲这个领域吼，是一个足新的、足有挑战性的哦，会引起足侪人的趣味，搁导进来啦。我是讲啊，你做的工作拢真有开创性啊，对台湾来讲，拢有相当大的一个冲击。啊，好的正面的影响啦，吼，这点我是感觉啊，真钦佩啦。等一下，咱今日哦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先过一段路，但是后礼拜我阁继续要请陈耀昌医师来，因为吼，吼小说还未讲咧，精彩的在后边，啊，阁电影嘛在后边吼，所以后礼拜咱空中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陈耀昌医师吼啊，分享伊的精彩的人生含伊的写作吼。啊，今日伫遮多谢，多谢。
来休困一下，喝一杯茶。风吹伫天顶飞，亲像是甲人伫咧面相吹。想着阿爸交代的虚情假意，人生不免要求着社会，爱用感恩的心看一切。无论好歹，苦甜酸涩过，袂晓计较的人比上多。就伫阮心底，我用感恩的心情甲你做。